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医这个汤，那我是牛奶，今天是站着来做街访，等等要上街搭讪了。但是搭讪你现在是很紧张是不是？当然，第一次了。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麦克风，非常独特的麦克风，很有工业风的麦克风。对，超专业的。刚刚犹豫了那么久，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了。现在准备出发，走。还是要问吗？哇，你问那一桌的、啊？看你呀、啊。方便打扰你。什么感觉？都被打量你是你就习惯。OK。啊，这边好优雅。对，大哥，你在打游戏吗？那我们可以跟你做个街坊啊，我们是发了啊，要不要我两个球都没了，老爸你挑这个、嗯、挑这个可以跟你们做个街坊。如果现在有个机会让你从事 YouTube， 你有那个兴趣吗？我吗？对啊，这样也可以了。我成功了。等你妹、啊。老板，刚下班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那可以啊，我们可以跟你做一个街访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太好了。啊，我们是什么类型？我们是。YouTuber 创意这个咖。那如果现在有个机会让你从事 YouTuber， 你会想尝试吗？有机会啊，会吧，会。那，可以跟你们来，真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那、啊、请问你几岁啊？我好像你好帅哦。我其实年纪蛮，应该比你们都大蛮多。你是真假的吗？我是台湾人。你是台湾人？嗯。有这么帅的台湾人？我觉得眼睛好大。那个是做保险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。我们等一下就加你到群组了。好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专访。对啊。老板也可以。老板也想要红不行啊。啊。听过你们对 YouTube 的印象是什么？娱乐。如果可以拍片的话，你们会想要参与吗？暂时没有。暂时没有。啊，好吧。快点，前面有个背背包的那个妹子，快！在抢电话。同学，你要我讲，然后我现在讲了，你们在靠背啊？同学，哎，怎么了？还是等你们先聊完。没有，我们在小吵架。那和平，我来。这是要干嘛？哦，我们现在在做街坊。现在在街坊什么？交友软体啊，交友软体。哎，他有。不是，我们是综艺这个咖。啊。对，我们现在在。综艺这个咖是什么？YouTube 听过吗？哦 ，YouTube 哦。好，那你会做效果吗？问你问题是这。未来。现在还不会。现在对你很温柔的。好，那你要问什么？问他。问你什么？你平常做过最糗的事情是什么？就认识这王八蛋。没有啊，认识最糗。
没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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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最糗。你说最糗的吗？我想一下去加油或者是去买东西吃的时候，然后都弄好了，然后没有带钱，我觉得是超丢脸。然后不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在拿东西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有带钱，然后你身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然后你拿很多，你以为你付得起，然后结果没有。或者啊，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你本来说没有做这餐我要钱，就你没有带钱或者是带不够，这超级丢脸。好，跟你讲最糗的，我碰过最糗的，就是一个人开车去加油站，然后店就是员工跟他说，请把那个油箱打开，结果他把后面的车厢打开，他当下就觉得很傻眼。啊，我好冷啊！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刚刚又发现了最糗的事情，就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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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出来就是个错误。哎，你是叫小编是不是？好可怜。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他蛮会做效果的。哎，你超棒了。他真的不错。同学同学，你化解尴尬。同学超棒了。哎，人家想不到说你直接当那个最糗的。哎，这样子。啊，切入主题啊，拜托。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去拍影片，就是参加 YouTube， 你会想要参与吗？可以啊。对吧、啊？那可以跟你要个联络资讯吗？好、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耽误你们几分钟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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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们做个街访吗？好。啊，你们是一起吗？来一起吗？我把镜头那里就录到。那我们是综艺的他。那自己想问问说，你对 YouTuber 有什么看法？就蛮搞笑。没什么看法，没什么看法。嗯，平常看 YouTuber 吗？看啊。你看过哪些？很多哎、欸。好，那现在如果有个机会让你们可以拍 YouTuber 影片，你们会想要参与吗？快，你不要让人家剪片难剪。好，可以。哎，这个很懂，很懂，很懂，很懂。都可以啊。真的吗？那平时都什么时间有空？什么时间都有空，什么时间都有空就对了。那晚上出去夜游也有空吗？有空。所以你又会去探险是不是？胆子大吗？胆子超大，好，那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频道是在拍灵异的东西。那到时候会把你加群，现在就加。现在就可以加，现在就加，现在就加。对对对，两个一起加。因为我怕等一下这么帅的人会跑掉。那我方便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喜欢的 YouTuber 是谁？都很喜欢。很会讲话，不要造成网络波动。哦，这很懂。两位有兴趣吗？有吗？会对 YouTube 有兴趣吗？蛮有兴趣的，其实我从小就很想要去拍片。真的吗？那现在来一个效果可以吗？哎，看过哪些 YouTube？ 很多哎、欸，其实我都在看吃的啊。芊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超喜欢的。那这样可以跟你要联络资讯吗？可以啊。好。这个。那现在如果有机会让你从事 YouTube 拍影片，你有兴趣吗？有空的话。OK， 那方便留个联络资讯吗？我们帮你加到我们的群组里面。有拍片的资讯，我们会发在里面。好。对，那你想要参与的话，你就在里面喊个声就可以了。好。两位同学，方便跟你们做街访吗？现在如果有个机会让你们从事 YouTube 拍片，你们有兴趣吗？会啊，那可以跟你们留言。同学，他拒绝了。我拒绝，他拒绝你了。什么东西？干嘛偷偷录我？干嘛偷偷录我？我看一下。我们是 YouTube， 直接开始录，直接针对他来做访问，不要偷。你都已经找上门了，你都找上门了。一个赞换一个肩膀。好。对，我们帮你按赞。这太不划算了吧。如果之后要拍片的话，你愿意参与吗？可以啊 ，OK 啊 ，OK。我们现在互留个联络方式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对，先帮你加我们群组。那我们有要拍什么片，要在哪里拍，时间地点都在群组里面说明。啊，如果 OK， 我就参加。对，是。
了多少战机啊？今天我们收集到男生有四个，女生有五个。女生五个，男生四个，觉得今天战机是 OK 的吗？以我第一次接访，我觉得可以了，算突破了。那你觉得现在要继续吗？现在人潮都散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慢慢走回去，看能抓几个就抓几个。我加油。好，走吧，够。走。